雄狮旅游独家2019太阳公主号日韩赏樱航程，3月、4月基隆港出发，每人14,900元起，快上网搜寻雄狮旅游。我外面有西装，可以帮我拿一下。等我一下。新闻、股市、产业趋势，掌握理财脉动，大家一起发发发！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慕驊。哦，美国股市大涨哈，周三的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617点哦，这涨幅高达2.5%啊，这是创下8个月来哦道琼斯最大的涨幅记录哈。那另外纳萨克涨幅更大哈，将近3%了哈，这 Standard Poor's500 涨了2.3%，另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2.27%的幅度。那美股为什么在隔夜上面到今天清晨出现如此大的涨幅呢？是因为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哈在纽约的一场公开的演讲哈，哇，他居然呢说这个美国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啊，这个非方瑞啊，距离所谓的市场关注的这个中性的利率水准just below， 什么意思呢？只差一点点而已。也就是说呢，应该啊，美国联准会快升到中性利率了。那 just below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差一点点，大概再升一次到两次了，大概意思是这样子了。当然他没有讲得很明确，就讲 just below。 可是一个月前呢，他说什么？他说呢，现在目前美国的利率啊，离中性的利率水准啊，还有long way to go，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当然市场那时候觉得它很鹰派，是不是还要再升息一大波？那 long way to go 至少还要再走一年嘛，一年半嘛。那结果呢，才隔一个月的时间，哇，这个真的是变脸跟变什么一样快，哇，这真的是很快的一个改变态度了。是不是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呢？还是看到什么经济数据不对劲，这口风很快的改变了，说 just below。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马上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变化，股债双扬了，两年期国债利率跌下去，那股票市场出现了大涨的情况，欢迎这联准会的谈话，那也使得今天亚洲股市日韩台湾全部开高。但是呢，亚股今天很妙哦，开高却全部走低哦，香港跟大陆甚至还翻黑啊，下跌。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现场请来了网红证券分析师老王，大家最爱的老王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所以我们今天有直播，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698官方粉丝团，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王在现场哦，这个脸书的粉丝团，老王你好。慕驊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老王你每一次来，我们这个在线收看都爆量了。这希望大家多支持这个慕驊哥的节目啊。哎呦，好节目一定要支持的。干温了，干温了。这个真的是爆量啊。好，那老王这个现在帮我们解释一下台股吧。台股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开高走低嘛，对不对？开盘的时候是开涨75点哦，加权股价指数开9959。最高的时候啊，是直接冲到了10000点，今天又重新看到万点，不过呢，是达到10001点而已，一点而已哦，10001点，那到10001点之后呢，就逐渐的走低，居然收盘啊，很神奇，也只有涨一点。对，第一个我们先说台股，当然是跟着这个像慕驊哥刚才讲亚洲股市的脚步嘛，对不 对？我们没办法自己独立出来，没那么厉害啦。那如果你要单就我们台股这个本身的技术分析，你可以发现上次其实我们台股第一波反弹哦，是来到这个10014哦，就也是盘中一瞬间啦。那我们常常知道技术分析就是前高就是你的压力嘛，你要么就长红突破嘛，要么就是点到你就要小心了哈。所以这边假设你是操作指数的话，其实一般的老手大概知道前高这边，也不要说老手，大多数人都会看前高。
压力嘛，所以早上合理就台股本身当然也会出现一个解套的卖压啦，因为上次有碰一下，你看今天高点，然后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了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有来碰到11月9号这边有个下降的缺口，跳空的缺口。那今天早上一开，等于也是在碰这个缺口了，等于说今天早上台股是面临两道这个双重压力啊。所以就技术面来说，你是本来就是不太能够追加。那你说什么时候追加？我们的莫华哥也常讲月均线嘛。其实昨天哦，昨天的盘中已经站稳这个五日跟十日均线了，月均线也差一点你就站尾盘站上了。对，所以你真的要做指数，你应该是昨天去做多，不是早上在追啦。那跌下来，人家就会说，那今天缺口被封闭了、欸，那是不是代表、欸、短线啊？当然代表短线就可能又会震六个横盘震荡。可是因为下面有五日、十日月均线三条均线全部都堆叠在一起啊。你说如果要马上崩盘，那至少你要明天来一根长黑贯破这三条。那如果没有贯破的情况下，大概就是整理啊，我只能说就是本来看好一个大喷出的一个巨嘛，对不对？那今天缺口被封闭，那就那慢慢重新再来过啦、哦、还是重新整理，重新慢慢走强会比较 OK 啦。Okay.好，那今天这个盘有点扫兴，对不对？哦、非常非常扫兴，让多头感觉上好像又被挨了一个耳光一样，就是说，跌下去赚不到钱，涨上去呢，今天早盘去追高也套到。是，我想大多数的股票都套到嘛，早盘去追的话。像莫华哥有在玩期货，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看到这种缺口，你怎么知道我也在玩期货？这个久仰大名，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出现的话，通常你多单就是。暴牢嘛，那封闭我再来这个停利嘛，对，就没有没有想到可能持续个一两天的，反正今天哇直接就封闭了，直接就先停利，就赚比较少啦，所以真的是蛮扫兴的，我觉得。好，那这样的盘势要怎么应对？等一下请老王深度来帮我们解析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法人操作的情况哈。外资今天在集中交易场是小卖哦，卖 16.65 亿。好，可是三大法人呢，我们看到加总的情况哦，总计是卖了 25.03 亿了哈，因为自营商有 13.5 亿的卖压哦，那投信呢是买超 5.3 亿哦，那另外外资呢这两天在期货市场操作动态非常大哈，昨天大买，在前一天呢是大卖哈，这大卖之后呢，昨天把前一天大卖的啊全部补回来，变成是大买好，所以外资今天呢在大台的部分呢出现了1274口的卖压，好，这卖超的情况，可是它小台是买了1997口哦，不过小台跟大台啊哦是差了四倍嘛，好，所以说你不能用小台来算大台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加加减减哈，外资总计在期货今天的卖超，如果换算金额是25.33亿，所以外资呢今天期货加现货加选择权总计卖了42.07亿。好，那另外在贵买的部分是这一波啊涨势的重心，这个要请老王来帮我们好好看一下贵买哈。外资今天是买超 5.39 亿，那另外投信今天大买了 14.22 亿哦，在贵买。好，那自营商呢今天小卖了3000万，好，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在贵买有将近20亿的买超。好，怪不得贵买指数今天走势跟集中交易场完全不一样。好，这个还是一个大涨的情况，昨天贵买已经攻上季线，对不对？今天可以讲说是站稳季线，因为今天贵买指数收涨又1%，然后今天呢成交量又超过400亿，所以连续两天呢成交量都放大到400亿之上，那今天贵买收 126.45 点，是直接已经站上季线超过 1% 了，那可是呢集中交易场大概离季线还差了 4% 左右，所以这一波涨势中心在贵买，对，绝对是在贵买。那贵买原因为什么在贵买？其实简单讲，贵买就是一些股本比较小的嘛，比较中小型股啦。那你可以看到贵买谁在买，投信今天已经连10买了啦。那我们知道已经快月底了，剩一个月，投信今年哦，其实我去看一下国内基金哦，操作绩效，老王你要把电脑放过来，这样你可以不用转头、OK， 国内基金其实他们国内基金就是我们国内基金上半年表现不错，但下半年非常的惨啊。我昨天去卡一下基金的净值、哦、都跌比较多、啊、好像没有一档主动型基金是正的、啊、对，没错，就是这样。今年没有一档主动型国内的基金是正的报酬、哦、那剩下最后这一个月了嘛、嗯、所以投信想当然的要赶快把做自己绩效做出来、啊、拼绩效，对，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过年会很难过，要不然就先打包走人了、啊、所以各位观众、嗯、各位听众你可以听到看到这个投信已经连十买、哦、那你回到这个大盘这个集中市场的部分、哦、投信呢其实只有这样买超两天，加今天才买超两天，就是为什么其实前一波大盘比较弱势哦、嗯、那投信开始进来玩的时候就感觉有朝气、欸、大盘这两天比较强哦，所以我认为整个筹码面哦就是啊，你说外资有买这个贵买中心的哈，贵买指贵买部分的股票，可是因为外资本来就看比较长线，它不会像投信，你看像最近投信有买的股票，动不动就是往上喷的啦哈，就只要大买，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贵买在筹码面的加持下，我们常说多方趋势哦，不是看压力，是看支撑哦，看撑不看压。那你说昨天有这条季均性压力嘛？可是你们发现五日均线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上扬，那就提供这个 OTC 非常大的强劲支撑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应该不要太过担心。虽然现在跟莫华哥
哥刚才讲到已经站上均线压力嘛，那均线也还在下弯啊，那还是短暂有些压力，可是你不要去看这个压力，你应该是回头看这个支撑、嗯、我认为假设五日均线、哦、这个贴着短线的均线没有跌破之下、我认为大概你还是可以在这个贵买中心找一些好的股票去做操作了。好，所以说这一波买股的重心在贵买，对不对？绝对在贵买、就是、等一下请老王帮我们挑一些筹码面技术面好的这个贵买的指数让大家抢个短嘛，对不对、嗯哦、那因为集中交易场真的是乏善可陈、哦、虽然说今天重新回到了一万点，但是呢跟应该是11月8号那一天一样、哦、就是在一万点昙花一现、哦、11月8号那天还到10014点，今天只到10001点就下来了、哦、所以可见大型股是不给力、哦、那我们来看到今天集中交易场台积电是涨了2.5块，算是撑盘了啦。那台塑化今天重跌3块，另外中华电信今天也跌1块哦。台塑跌5毛，国泰金跌0.25元，台化收平盘，南亚跌5毛，富邦金跌0.25元，所以全指股几乎乏善可陈哦。那大力光呢是小涨40块，所以呢这个涨幅也相当的小哈。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全指股没有表现的情况之下，集中交易场、哦、这个大盘的指数是很难有表现的、哦、那另外跌势的重心在塑化股哦，这个台塑化居然今天跌了3块钱哦，这是第二大全指股，主要原因是什么？油价、哦、刚刚最新的消息啊、哦，美油跟布油啊双双又重挫了、哦、在隔夜上面呢、啊，也就是说周三的美股盘市啊，周三的美盘期货盘呢、啊，那 WTI 就是美油、哦、这个跌幅是2.46%、哦、每桶跌到50.29，另外布油跌了2.4%，每桶跌到58.76。不说现在目前呢、啊、最新的油价、啊哦、这个 WTI 美油已经破50块钱一桶了、哦、这个跌幅目前日内、哦、达到 1.4%、哦、是创下13个月新低的油价，另外布油呢则是跌了2%、哦、每桶跌到58块、哦、是创了也同样创了13个月的新低，所以这个油相关的能源股票、啊、压力非常的大、哦、这之前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要避开能源股这一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集中交易场前十大全指股里面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的台塑四宝，对不对，道欢？所以看起来这个大盘是压力很大了。所以你看投信就很聪明嘛，对，你知道他知道这个油价在跌嘛，他避开这些、嗯。这个原油的这个上游嘛， 对，他在买什么？他就买长荣行啊，昨天大买了20000多张的长荣行啊，还有华航这些，今天又大买华航啊、嗯。那我们包括连这种老牛的海运这种长荣哦，昨天也是大涨突破啊。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发现哦，油价破底的话，你要避开这些受害股嘛。但是你可以买这种哎，那种投信有在青睐的股票嘛，他当然会买这些油价受害股，像最近这个。一些航运股都表现不错，就是航空航运股了。航空航运股，所以说油价下跌有受害有受惠，对不对？有受害有受惠、哦。这个能源股就受害嘛，对。哦、那但是用油的产业就受惠，是是是。好、哦，所以可以特别去、一体两面呐、啊，这个受惠的部分了、啊、哈、哦。好，那另外最近在昂 A 就是韩总概念股，应该讲这个韩未来市场，对对对，韩未来市场，韩未来市场概念股啊、哦，像高野今天已经。吃下了第四根涨停板，对不对？好，这个其实高野就是那个资本富野，资本的富野温泉饭店啊。好，它的上市的名字叫高野。那因为它陆客占比大概4%到5%啊，所以它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根涨停板。那不晓得老王怎么看这种所谓的高雄概念股跟韩总概念股呢？对，这个高野是这个木华哥这个点名过的吧？表现非常惊人啊。对，那其实你说现在已经选举完，已经快一周了哈，我们在谈这个选举概念股，可能就大家会比较追高，我觉得。那所以你要提醒大家不要追高，反而要提醒风险。那、okay. 啊、其实你要就想，其实我觉得莫华哥选股逻辑很对，找饭店就对了，嗯、因为人会进来，大陆总是要住嘛、嗯。以前都是高雄不住，直接去住屏东还是台南呐、啊，现在高雄就是可以住了，屏东也不会住，也不能住，那直接还要台北来住哦。那现在可以住了嘛？所以你看最近蛮强，像这个国阳集团啊，国阳集团底下就有汉神百货、汉神饭店、汉来饭店，对，那是同一种。那所以你看它最近的涨势也非常惊人啊， okay. 反正。我觉得这个观光股哈、哦，它观光股很多也动了、啊，大鲁阁啊，然后什么灿星旅啊，大鲁阁还亏损呢。对，就是我所有跟大家讲说，你已经到这个节骨眼，已经明天已经要礼拜五了，你才跟我讲说，你如果要去追这个韩总概念股哈、哦，那太晚了。那你如果先前有听这个木华哥节目去买，这个当然就赚钱嘛。可是你要是懂得拔档，拔档什么时候？这些观光股哦，住饭店股通常成交量都很小。对，那等到哪一天它爆大量的时候，哎，就是有人在做筹码上的交换了嘛。对，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我反而是持这样的看法啦。好，那大家会觉得说，哎、欸，那大鲁阁跟高雄有什么关系？
他有草悟道，对，反正只要有牵扯的都能涨。大鲁阁在高雄有草悟道，好，所以说，你要联想到很多方方面面，这个也不容易了，所以要动一下脑筋。木华哥说个笑话，华邦店最近很强啊，强不是因为敌人强，是因为他在华邦店入主有投资啊，有盖厂，可是他那厂也还没盖啊，只是说要投资，就是500亿而已。所以你知道韩总概念就是有沾到边先涨再说啦，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礼拜一有一档股票一开盘涨停板，最莫名其妙叫中石化啊，对，有，因为他说没有投资嘛，因为他的前阵有一个涨，对，反正只要有想到都能涨了哦，然后所以大家在追高，自己真的要想清楚啦，然后想一下，好，不知道如果有鸡排有上市的话，应该也会涨。今天听说什么宅神要发20000块鸡排，搞不好问一下那宅神那鸡排是哪里买的也会涨。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开车在我家附近哈，看到人家在排鸡排，搞不好就是那边在送，对，因为宅神也送到台北来哦。有，这个排好长哦，我想说怎么有那么多人在排队哦，因为看哦，应该是鸡排摊，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去拿一点啊，听众朋友可以去拿一点鸡排了哈，就给 game 了，给 game 加哈。好，那老王，这个现在目前有哪一些股票有转机呢？这个看起来这一波比较强的是被动元件跟矽晶圆嘛，哈，还可以在这个进去抢这些股票吗？其实这一波啊，因为是投信在做嘛，那投信在拉抬股票，它是我觉得这个族群算是轮动轮涨啊，很多资金，而且 OTC 涨成这个样子，柜买中心涨成这个样子哦。其实很多股票涨，比如说我们上礼拜传出这个什么美国封杀中国的这个安控，哇，一堆莫名其妙都涨了。这个精锐这多久没人提啊？奇偶也跟着涨，那还有一涨比较小型的，像深锐啊也都涨，航特这种比较量比较小的都涨上来了。那我们像光学镜头，我们知道这个大力光哦，大力光你大家可以看这个线型哦，它是做了一个前面有破底，对不对？可是它是做了一个对，可是它是做了一个很漂亮，你大家如果会画这个上面区间一个一条支撑线，下面叫压力线啊，下面一条支撑线，你可以发现它这个区间哦，区间的假跌破，我们说这个假跌破就会真穿头啊，它今天就做了一个真穿头的动作了。所以你说它到2875是假跌破，在2875假跌破，可是它我们假跌破的定义就在你在短短一两天之间要迅速再回，你可以发现它立刻用一个红 K 给你站回来哦，这很定义上是很明显假跌破，那今天就真穿头了。那真穿头代表光学镜头其实是不错，而且最近孟华哥也注意到消息嘛，日本这个 Docomo 它这个 XR 要降价，哎，降价幅很大，3成哦，等于一直搭专案的话，一直只要7000块台币。XR 是单镜头啊，XR单镜头，对，可是单镜头是对这个它有后镜头，它后镜头出货的部分是郁金光哦。那我们其实我们台湾厂商哦，其实苹果财报一直表现得很好，可是台湾厂商我们供应链为什么会跌？因为量在跌，因为它量出不来，它毛利高是他家的事嘛。减掉那个订户是下的订单嘛？是，那可是他现在要降价，代表销量，我们当然是正向乐观，销量有机会上来啊、哦。那对台湾供应链其实好事啊。可你可以发现哦，像这种XR的部分是对郁金光比较受惠，因为郁金光本来就是他负责他的后镜头。你看郁金光今天就来创下大，今天早上是大涨6%，创近期的新高哦。所以整个光学镜头，那你不要说郁金光啊，你看这个亚光今天也是大涨创高了。所以整个光学镜头也在动了、啊、哈。所以我简单讲是这样，我觉得整个这一波、哦，你只要。你看像看马上的运输族群也会涨、欸、就你只要真的不要那么衰，就买到就是大，就不要去追高，那基本上你买一个族群，你等它回落，像安控、喔、安控上礼拜先涨，可是它经过了几天3天的休息，你刚才可以看线图、欸、这礼拜又这个重新来过啊，光学镜头上礼拜有涨，可是这几天休息，就今天又重新大涨回来。所以你现在布局应该是要找这种，哎呦大涨了，等它回来，像矽晶圆啊，这几天涨那么凶嘛，你说你要再追高，其实你风险很大了，有点追不太下去。哎，你不妨等它回档再做操作。可是矽晶圆在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被动元件好像比较慢？对，那被动元件反而是这两天跟上来，像信昌电昨天就涨停板嘛，哦，那华星科也跟上，所以你应该是采取这种轮动轮涨的、哦。那讲到这里，因为我回到木华哥刚才跟我介绍，就请观众。请问说有哪个族群啊，因为是这么族群轮动过，我认为 IC 设计、我是目前最看好的一个族群、IC 设计，对，因为 IC 设计的族群它牵涉到很广的成分、我们包括驱动 IC 啊，任何的 IC、包括晶片、这个都会用到 IC 设计、那 IC 设计为什么会好，大家可以看有等一下IC 设计为什么会好，我们放在下一段讲。这边我要先请教你啊，是你刚点名的几档股票啊，郁金刚跟大力光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现在技术线型，你可以把它调出来看啊。其实今天大力光有站上季线哦，可是郁金光还没有站上季线，它离季线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两档你要挑的话，你会挑哪一档？这两档我一定挑郁金光。为什么你知道吗？他没有站季线哦。对，莫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秘辛啊。秘辛，对，秘辛，秘辛。这一档郁金光啊，它其实有个，我去查这个券商的分。我们电台有你粉丝哦。谢谢。券商的分点啊，我们看细，我们讲细一点啊，就看内行是外门是看门卖热闹，我们是看人道。
这个郁金光在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大涨嘛，年初那去年有一波大涨哦，当时有一家券商操作的是非常厉害，买在低点卖在高点，那一家是在富邦证券，在仁爱路四段这个分点啊，大户买了上千张哦，最近他又回来了，那你看最近郁金光比较强，对不对？对，那他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回来买了嘛，有人在买了嘛，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推测的话，因为我认为，我始终认为股价会涨呢，你说基本面有影响，技术面有影响，但最大的影响绝对在于筹码，有人做才会涨嘛，简单讲是这样。所以郁金光目前虽然你说他没站上季均线哦，可是你换个角度思考啊，他有没有站上月均线？有。那他前一天其实有爆一个大量哦，木华哥这边有没有看到？大家可以看一下木这个11月22号这一天有爆一个大量。对，我认为这个大量刚好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主力券商大买的那一天，那天买了500多张、400多张，所以这个低点只要可以守住，刚好现在已经站上月均线了哈。我们学均线最基本的理论就是站上月均线，我下一个目标就看哪里？看季均线。那季均线目前这个位置还远在254块哦，所以如果以我来看，我会认为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合理我可以赚取它反弹的空间，那这个空间一比起来就比大力光哎呦来的有一点比较期待这样子，啊，加上我觉得股性的话郁金光也比大力光比较好啦，啊，也买的比较动啦，不你要买大力光的话你只能去买股票期货，还有 小大力光期或者权证或权证，可是说郁金光也有股期啊，所以这两档股票我觉得都是，因为当然今天受到大盘影响，开高走低啦，难免收了黑 K 啦，那短线你就按照我去讲的第一个守大量低点，第二个守月均线，我觉得如果有守住，未来的空间还是有的。好，那大量低点就刚刚老王讲11月22号当天哈，它的低点是201块，那今天收211.5元，所以大概还有这个10块钱的空间。莫华哥，你看这个线图哦，这个如果没有人在，你看它大量，它爆出大量之后失败，隔天是一根黑 K， 这个是吞噬哦，它把大量低点吞破了，可是你看隔天马上就开始上来了，对，这如果是没有人顾，就是下去了啦。基本上这应该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对，洗盘动作，把你洗掉嘛，对。好，所以老王刚讲哦，郁金光今天211哦，这个离季线的位置254哦，还有一段蛮明显的空间哦，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张股票哈。那当然，大力光站上季线，可是一张股票3000多块哈，一张300多万哈，你敢买起？买起？好，你有这么多钱吗？哈，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好，那另外你刚刚讲那个环球金哈跟国巨。好，那这两档股票又怎么去选呢？如果我的钱只够买一档的话，那我要选被动元件呢，还是要选已经领先上涨而且突破所有均线，很明显呢，我们看到环球金已经连三红了嘛，对，那是选环球金呢，还是选被动元件的国巨，还是说被动元件的华新科呢？是，我想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如果大盘跟 OTC 大盘今天大涨， OTC 已经涨其实一大段了，我们刚才说虽然你不要去预测高点，可是你要提防五日均线随时跌破来做一个回档的这个回马枪的修正，那这个时候你去买这种像环球金这种已经涨到天上的，虽然它刚站上季均线，可是你可以发现它涨幅已经很大，你可以回到过去，它什么时候站上月均线了？11月1号就站上月均线，它涨了整整一个月。那现在郁金光刚好就是在月均线这个位置，那所以你来这样分辨，你很清楚，你当然是买这个靠近月均线的股票会比较安全。如果你再来追，已经站上去，它已经涨了一大段了。你说应该说是国巨吧，对不对？我现在讲这个环球金，环球金已经是站上月均线一个月了，一个月。所以我们现在说你要去找这种，我觉得你现在抢反弹的股票，应该是要去找这种站上月均线的，不是去找站上季均线，因为它已经反弹一大段。那你说环球金短线怎么操作？因为投信外资都在买嘛，你最简单就是看五日均线操作啦，这是给已经持有的啦。那空手其实我这边不建议在短线，不建议再追这个环球金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看华新科，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巨啊，国巨就显然就基期相对低嘛哈，那我们说这个会带涨价题材其实带着走了，那我认为在这边的话，如果它能反复在这个，我认为它未来就在空间就是在月均线跟季均线这个区间做震荡，所以你要掌握你的买点，今天刚好卡在中间啊哈，我说这个不三不四，你要买也不是，要卖也不是，所以建议你空手是拉回测这个月均线，其实我在这个木华哥节目讲过很多次啊，看这种涨价主题就是看月均线啊，月均线还是它的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国巨月均线在327哈，那季线在405，那今天收359哈，今天是收了一根黑 K 棒哦，开高走低的情况，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注意啊，这两个价位啊，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人讲邱克军，蓝克星，现在蛮多人，300多人，你很不可思议哦，我跟你讲，很多人做一个很多电视节目没有300人，都凑什么来的？电视节目直播没有300人，没有很多，我都在拍给我不是跟那个谁赵华有做节目吗？我都在拍给他看，因为有的台是他们的节目，怎么都没有。
他们没有到300人啊，没有，他跟我的是1000多人，快2000。你们后续的那个 YouTube 的订阅率也蛮高的。很高啊，可是你说东京台他们比较在做这个啊，啊你们贵公司这个直播宣传就比较少，base 有差了，因为它毕竟是电视台啊，对。所以今天也300多算很今天有上很多人，上次就。谢谢大家，有没有？大家都在看，大家找到。大家好，大家好，对对对。讲一个小时比较有东西可以讲哦。对啊，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聊啊。你来两段都讲一下下就没得讲了。其实这种聊，他们也蛮能接，他们觉得这样比较轻松，比较不会压迫。对，就讲。没有你的节目，很多人在听，我很多听众说哇，终于可以听了，因为他们好像上班也都会听嘛，看节目方便，挂耳机，对，挂耳机，然后上班就是挂耳机听啊。对，因为我那粉丝有跟我讲啊，他都在平常都在听啊，车上也会听啊。靠你来拉抬一下我们的，冲冲，有这样够了，这已经这个数据很惊人了。等一下要爆一些好料出来，所以大家不要离线哦，要离线不要啊，下班那更精彩。老王，等一下爆好料哦，有环球金都涨过了，你们进来也没，你们没有赚到高野跟华航没有关系，有华航我们都有爆哦。他们说多说点，有华航你也有爆。哇，那五期都讲过。对，我在今天把它讲那个长龙啊，你看长龙连这种大牛也可以涨。哎，长龙还被鸟击耶。哦，对，那个真的很恐怖，然后那个是听说机长是喊 Mayday Mayday 了，没错啊，马上要降回旧金山去，这种 Mayday Mayday 算蛮恐怖的。结果隔天股价大涨，昨天大涨，昨天大涨，实在是油太惨了，油太惨，油今天又破底了。嗯，好，等一下老王就爆好，能不能谈谈妖股大同？大同很难讲，大同上次我在讲，上同就上次我们就这样，大同你不是看好？对，我们上次不要去放空你，他马上就果然是嘎你，那个预金，因为他很难控制，他很难讲。这种股票真的，我觉得大同是不是看他要死的时候去买，看他大涨的时候去买？哎，对，好像你看像那天长虹42又突破波段新高，又杀下来。可是这几天大盘是大涨，它跌下来。对，今天大红是尾盘拉上去又下来。可是你看它前一天是收黑，就是它这几天收黑啊。大红真的有。OTC 连涨3天，它连跌3天了。好，回现场了。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直播，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网红的来宾啊，证券分析师老王在我们节目现场啊，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现在上网啊来看啊老王的尊容庐山真面目。其实也不用了，你现在天天上电视，大家也都看多了。对对对，不是神秘人物，已经不是神秘嘉宾了哈。好，那但刚刚我们谈到几档股票，整个大盘跟 OTC 的走势哈，那现在接下来老王要跟大家讲这 IC 设计，对不对？所以你现阶段最看好、看好的类股是 IC 设计。我们只想讲现阶段很多族群都会涨，但是你要抓一个， 因为常说反弹其实抓的不是比准，你知道吗？是比速率。像莫华哥的高野，这就是有速率的展现。就是、反弹就是看你短线可以赚多少。所以你反弹，你假设你要去买台积电，或者是这种很牛皮的股票，你其实很可惜哦。因为下次如果台股再一个反，因为我们都是这算是反弹嘛，万一再一个反转，你其实是会赔到钱的。你假设赚个，你现在把握机会赚个一天一个礼拜赚个40%，你跌个反转跌个5%，你没有感觉的。没错。可是你这只赚了5%，你跌个反转你就有感觉了，你知道吗？这个只赚5%，跌个10%你就靠腰了。时间不等人，大家靠腰，这是什么反弹啊？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IC 设计是我们可以看哦。Okay, 最近投信在大买，像这个神盾的64662的神盾哦，好像外资也有买，对不对？外资有买。那我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切这个投信，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投信公司上班哦，他们共同我们吃饭共同的，他们共同目标就是如何避免年底被 fire。 对、哦、真的吗？真的有这么惨吗？有，很惨，非常，因为他要开始要认列这个绩效。那你看他最近 IC 设计大买这个神盾是一路飞天。其实莫华哥你知道吗？神盾在这个破100块的时候，这个100块左右的时候有传出利空啊，就是三星的不要他的单子，他掉单嘛，啊啊啊、他的指纹辨识不用神盾嘛，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有时候你报纸看到的利空哦，因为他已经早就反应了，神盾早就跌一大段了。那利空一出来，利空本来不跌足底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哈、那现在开始反弹，那还有另外一档啊，像这个是，好，等一下，就他妈的，神盾今天收涨停板，对不对？169，还能追吗？当然不能追，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这种。
跟你讲一个范例啊，就说投信最近在涨的有大涨的啦。Okay, 那你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讲，你要注意哪些哦，可比较可以注意的啦。哈，我们先那比如说像这个4919的这个新唐，嗯，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个投信怎么买的？对，也是买一大堆啊，每天买啊，所以它股价也变强嘛。那再看你讲这个3227的原相，哦，投信也是连买两天，股价也非常强哦。好，那接下来我要讲重点，那你说你们怎么去选股？对，这次已经涨了嘛？我们看一下这个原相的线图哦，它是不是这个前一两天前天刚好站上这个月均线？没错，月均线之后，哎，投信就进来了，那股价就拉长哈。所以你应该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 IC 设计哈，还在这种底部，然后它刚好已经站上这个月均线了哈。那你将来就有机会，然后又有法人开始慢慢在买。对对对，那或是法人大买已经大涨的人，你不要短线不要急追，可是你拉回，因为这个投信做账不会一两天啊。你可以看到神盾，看到像智源，看到像这个新唐，他们都连续的大买哦。你应该等它拉回哦。我认为，假设你是积极一点的了，如果行情非常好 ，OTC 一路守在五日均线，拉回十日均线就可以注意。但是如果 OTC 稍微转弱一点啊，来做一个良性的震荡，我认为你守住这个月均线哦，如果拉回有测这个月均线哦，都是你一个上车的机会啊。你去这样去找这个IC 设计的个股，我觉得非常，比如说 IC 设计很好玩，像最近宏达电是超强。对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宏达电你买不下手宏达电，宏达电也不知道在抢什么。对，我在讲听说啦，莫哥听说他明年要推出一个 5G 的手机啦。so what？ 那台湾都还没推出，对 ，so what？ 就因为现在股票在涨，就真的炒题材，因为你也要想。筹码面嘛，宏达电谁在买？其实宏达电在底部在破底的时候，就外资拼命在买。你可以看外资，其实在破底的时候拼命在大买哦。所以宏达电基本上是一个筹码战，就绝对是筹码战。你说这个基本，这第三季这个财报不能看呐、啊？那你说它有什么转机？五 G 手机你刚才讲说，对，台湾也没有啊，也还没有五 G 商转，可能最快有到2020呢啊、哦。所以就炒一个筹码啊。筹码面，你说这样股票炒筹码面还有个特色哦。你看宏达电这个，我们知道宏达电通常最烈联动，跟这个听众朋友报告，最烈联动，你假设以后看到宏达电涨哦，你来不及买，对不对？对，你买威盛哦。你现在打开兄弟公司，哎，你现在打开，哎，兄弟应该算夫妻公司还比较，夫妻公司是，你看。威盛的股价、哦、跟宏达电非常相像、欸、也是慢慢涨上来，宏达电涨威盛就涨了、哦、那为什么这个年轻一代，我们这个一些观众或一些听众可能就不懂，不太懂为什么会联动啦、哦、对，讲一下秘辛，讲一下秘辛。你看看威那个宏达电的董事长是王雪红嘛，威盛是陈文琪嘛、啊、他们就是那个、啊哦、他们是这个夫妻关系啦、哦、那市场上我们不是说他们炒作股价，我是说市场上的很多市场派就会这样去联想啦、哦、所以他们联动的系数非常高啦、哦、那你说威盛是不是 IC 设计？是啊，所以我常常讲 IC 设计它的联动的牵广很广，比如说我们再举一档这个8069的元泰、哦、元泰投信也是积极在大买哦，对，但是这两天都不强呢、欸、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外资在对坐，对啊，昨天外资卖了6000多张，对，那今天稍微再买回一点，那可是我就觉得因为它前面涨一波，你可以看其实投信买它已经从20块涨到33块哦。元泰有什么基本面？那就是所谓的无人商店、哦、电子标签电子纸，明年的那个无人商店，其实台湾森美已经有在试营运了、啊、那外面的亚马逊包括这个大陆中国的这个天猫，其实他们很多了嘛，那未来这会是一个产，我们说我们不要看基本面，我们看产业啦、嗯、这个就是一个产业未来趋势嘛、嗯、那所以我认为电子标签绝对是，绝对是嘛，未来一定是无人的嘛，那它短线其实从20块涨到、快，其实已经快一倍了，快五成啊，抱歉是五成啦、啊嗯、那你说短线让它休息一下，其实我觉得 OK， 至少你看到这个投信的筹码没有松动、嗯、那没有松动代表休息一阵子它还会再回来买啦、嗯、那你说那买元泰为什么要扯到 IC 设计？因为它旗下我们说电子要有个驱动 IC 嘛，那个电子标签有驱动 IC， 谁在做的？就他转投资的这个3141的金鸿啊、哦、所以你看其实 IC 设计的题材是非常的广啊，你看金鸿谁在买，投信今天有没有买？今天买100张了、嗯、那外资今天有没有买？有啊，买400多张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另外一支同买啊、嗯、而且他第三季的获利非常好啊、嗯、那金鸿之前你会说为什么金鸿之前都没涨？因为他之前受到这个你看这前面的缺口压力啊，在这个10月6号有个大缺口、嗯、而今天算是来封闭了啦、哦、那个缺口好大、啊、对，所以整理了很久，我们用他用时间来消化这个卖压啦、嗯、所以也算封闭，所以像这种类似的股票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要报大家名牌，是要给大家说类似的选股逻辑、嗯、你可以去从最近外面在大涨的产业回推过来、哦、台湾二是有没有相关的产业然后、嗯、去做一个，比如说像最近苹果概念股之前跌很惨嘛、嗯、最近看大力光稍微在筑底了、哦、红海比较惨，但是也没那么惨了啦，也是有。那我们看今天有一档叫做康控，康控今天就大涨、欸、康控谁在买、嗯、康控谁在买，莫华给你看
也是投信在买啊，嗯、投信上个礼拜买了一大堆 啊， 對啊，他等了很久之后，今天又开始重新来做这个账嘛，对不对？嗯、所以那康控是属于瓶盖股，你就要回想那有什么瓶盖股相关，像瓶盖股现在这个 Type C 嘛，哦嗯、你可以去找这个像相关的，像 IC 设计4911这个经验啊，哈、哦，经验是4911，我突然有点要查一下。哎、欸、哎，是、欸、不是4911耶？这个经验哦，那我突然忘记他代号了，嗯、没关系哦。等一下查给你。对，经验的话，他是做这个保护元件的嘛，嗯、也是 Type C 的保护元件。所以你看，像这种，他最近也蛮强的啊。这个6411啦，哈，抱歉，6411的经验了哈、嗯。那这种股票外资在卖，可是你可以发现，他是不是已经准备要挑战站上这个月均线？如果他哪天站上这个月均线，也代表他底部。哎、这个我们常说啦，站上五日均线叫止跌，站上月均线叫止稳转强。所以你应该等这个关键啊。类似我今天都举例做这个选股了，你看我这样随便选哦，就很多档值得你去琢磨的呢，哈、嗯。所以这个 IC 设计相关联上下游产业非常多，非常多，就是从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来思考这一块，是你对不对？还有一个重点，你看像这个创意啦，对，因为创意是热门股，大家我们来解一下这个创意。木华哥，你有发现到创意最近发生什么事吗？创意它其实上礼拜才刚刚破底哦，有没有说前几天才刚刚破底了哈、哦？上礼拜五那破底的时候，它爆出了一个哦，这个是、这个成交量是18000多张的成交量哦，就前几天嘛。对，这个成交量报告各位听众是历史天量，历史天挂牌这么久。这一根是历史天量，单日的历史天量，达到在160几块钱。对，那160几块，我们说高档哦，如果爆历史天量哦，往往是凶多吉少了，因为代表筹码有人在丢出来啊。对，那你把这个整个日 K 线，因为有时候观众很难判断了，我教大家，你把整个创意的 K 线给它翻转过来哦，就倒过来哦，你近色你来看，哎呦，那等于是创大破低点哦，那爆大量，你反过来好像就是哎，当然就是一个。有机会来短线一个见底啦，因为代表很多散户哦，300不卖，200不卖，到了162受不了了，受不 了才会爆大量啊，历史的天量，很多老股都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反而急啦。那你看创意最近投信今天又回来买了440张嘛，哈，那他是不是也刚刚好站上月均线？对，那如果以我刚才讲的逻辑，站上月均线的个股有机会朝季均线来靠拢。哎呦，我们随便又选到一档，又是可以操作的 IC 设计啊。OK， 所以我基本上你这样去选股就太多档股票了啦。OK， 好，哦，老王今天真的是爆料全出了，这个好料都给大家，是这个随便。讲一讲哦，就已经是大概至少7-8档了。对，因为我们不要做单一推一档个股了，我们让大家有自己去选择。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在教大家一个选股逻辑了。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反弹行情啊，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回升，对不对？那既然反弹行情的话，你就是要去抢一些。可能空间会比较大的，速度会比较快的。是，那你当然也可以去买鸿海了，买台积电了哈、但是你买鸿海、台积电，可能你的绩效就会相对差一点。对。它也会涨，但是问题就是它可能一天就涨个几毛，对，它就涨个几毛，台积电可能就涨个5毛1块这样子。然后改天美股有个风险，它就也不是跌毛几毛再跌，它可能就几块钱再跌、说明下个礼拜一那个谈判破局。木华哥在暗示什么？我没有讲啊，就等一下最后一段，可能请老王讲一下这个中美贸易战下礼拜一要摊牌的事情。好，那当然它就可能就杀下来哈。好，那当然中小型股票它也可能会杀下来，但是它涨上去可能成数就多，速度比较快。那这杀下来可能你就还是有钱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最重要选什么样的股票呢？第一个，它一定要站上月线，月线是最重要的。好，那月线站上去是一个 tier one 的条件哈。那 tier two 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法人买超的。是。那法人买超呢，先不要看外资，最主要看投信。投信为什么呢？因为投信太多人要被 fire 掉，对，没错，所以大家现在要保住饭碗。那保住饭碗要拼绩效，对，一定是拼命做账的、所以第四季一定会有一个投信做账行情，对，不然大家都被 fire 掉。其实这个行情现在已经正在上演了。你看最近带大涨股票，清一色你打开来都是投信在大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哦。当然。最关键的哈，这个现在目前习近平跟川普啊两个人准备要见面哈，下个礼拜一万一谈判破裂，或是说谈判顺利成功，好，那股票大涨大跌之下，我们该怎么操作？这等一下来请教老王。老板注意，老板注意。你觉得呢？你觉得谈判会失败嘞？我觉得没办法猜，知道木华哥这种总经专家，现在谈绝对不会有事嘛。关键就是这样。你刚刚说什么失败？哦，你说四百人呢？哇，超过400，算很厉害，过本电台历史记录，算不算这样？其实一个随便选，这很多很多股票可以。联发科嘞？联发科哦，对，我们现在等下可以谈联发科，因为联发科怎么样？联发科也不错，在筑底啊，只是它比较麻烦，就是它碰到那个前高的压力，它比较前大量压力，是大牛股啊，就慢啊，就老牌的，而且联发科就比较属于
对，也是老牌的。联发科今天跌还蛮重的。像如果对啊，如果联发科，我会拿那个翔硕，翔硕等一下，就是这两档。翔硕这两档，翔硕最近这两天蛮强。翔硕不错，那翔硕就不错。他之前被 AMD 拉下来，翔硕很贵啊，就贵。所以我们刚才那个100多块、啊，哎、欸，你节目搞不好很多大户。500多块怎么买得下去啊？500多块。但其实不错，我是看到它有机会往上了。那你觉得生技股呢？中裕今天涨停，涨停今天涨，可是生技股我觉得是良莠不齐啦，就是有的股票涨了。那今天会升，中裕会涨，跟这个小英的昨天那个谈话，不知道有没有决定，想说他彻底要改革。我还想到 N 次改革，对，但是中裕总是跟小蔡比较联想啦。但是生技也是有一些，它比较没那个很明显的族群性上来。不过之后如果 OTC 开始跌了，那可能生技又一两天的行情了。翔硕这两天收黑 K， 代表上档还有压，上了压而压。可是它筹码不错，就是它属于在还给一个整理。外资投信都有在都在放买，这持续了。可是它不是大买的，所以如果大买现在也没得买。对啊，翔硕 EPS 也很好嘛。哦，它是非常好，它是获利很好的。那它涨不上去是 MND 之前在跌啊。然后这档股票的股性也蛮。GPU 不是说那个已经价格回稳了？对啊，都回稳啊，对啊，它所以其实它是换，如果你说要拿联发科来比的话，就我会觉得这个强，人家联发科机器也很低啦，也很低，只是说要磨啦。等一下，我们先来讲翔硕跟联发科，然后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下礼拜该怎么应，其他怎么应对也很重要，技术面上要怎么应对了，因为礼拜一下礼拜一定会出现大波动，会。下礼拜一真的是很关键。我是看，你看陆股也一副要，其实陆股这波反弹蛮弱的，你有发现吗？今天陆股又大跌。对啊，这一波啊，就前几天也其实很弱。我们在大，搞不好陆股已经告诉你，这我就想这样，已经在暗示什么？对啊，或者是有跟和解，可是陆股过度让利啊，那个中国过度让利，这也不太可能啊。习近平有那么软吗？高一档。啊、大陆领导人都要历史定位，对，历史定位是让说让美国，他就这历史定位就完了吧。我爱 news 98。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华。今天老王的粉丝很多，都上线来看了哈。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好，上我们 news 98官网啊，您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网红证券分析师老王在我们节目现场啊。好，那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啊，我要先请老王来分析两档 IC 设计股啊，两档股票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下个礼拜一要叫做一翻两瞪眼哈。所以下个礼拜一的盘势哈，不是大涨就是大跌。所以我们昨天有这个期权的分析师告诉听众朋友呢，下个礼拜一，也就是说这个礼拜五就明天了哈，你可以去布局那个 call 跟 put。哦、你同时买 call 跟买 put， 跨市，对、哎、跨市同时买 call 跟买 put， 那因为下礼拜一不是大涨就大跌嘛，所以说 call 跟 put 一定会有一边大涨，那这个大涨的那一边呢，至少可以 cover 掉你输掉的那一边，因为是做买方啊，要搞清楚、哎、对对，不要做卖方，清楚的，千万不要做卖方、哦、这个千万不要做卖方，你可能要录一段影片，连隔壁去抗议了，是不是做卖方要录一段影片在上面哭了、对、哦、我把客户钱都赔光了，所以我要忏悔。好，千万不要在明天做卖方、哦、如果你有卖方的话，我也会建议你把它清掉，对、哦、这个有卖方的这个选择权的话，你把它清掉，不要去赌了、哦、好，那老王这个两档嘛，翔硕跟联发科，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两档、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知道现在像这次的选举、哦、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世代交替嘛，年轻人站出来，年轻人决定嘛，党派，对对对，年轻人为主。所以你说这个联发科跟翔硕，我认为就是一个世代交替的例子啊，不是说他们产业在交替，我是说联发科、哦、其实他以前是股王，500块的股王啊，那你现在问线上的这些朋友，很多都年轻人，他大概不知道说哈什么联发科曾经是股王啊，广达香也做过股王啊，对对对啊，你看，所以这些都属于，对，所以、哦、那你更历史更悠久，广达。不要泄露年纪对、啊、因为广达那时候上市的时候人家还以为他是广达香啊，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两个，可是翔硕不一样，翔硕是我看好，我们说长线不要说短线、嗯、长线有机会成为这个 IC 设计股王的一档股票啦，那他们主要就是你看这个发哥就是三赛季起家的嘛、嗯、那你看他的发哥，你可以看这个技术线图、啊嗯、其实外资投信也有在买啦、嗯、可是并没有买，外投信之前是在11月初卡位、嗯、卡位之后他没在动了、嗯、所以他缺了一个买盘的力道、嗯、那所以我目前短线看他就是一个很
横盘啊，必须要怎样？现在刚好卡在月线跟季均线啊，我认为这边要表态，来一个跳空，或是来一个长红往上，它反而才会有这个力道。你要操作联发科会比较乐观一点。OK， 那现在已经纠结了，如果它来一根长黑跌破这些均线哦，那你要相对小心一点。联发科今天线型很不好哦，所以明天明后天很关键。最高开盘冲到241哦，居然收盘跌五块，跌到231哦，所以今天买一张。早盘买一张就赔一万了，对，那就很伤。那你就要他接下来晚上又睡不着觉，担心明天月季均线会不会失守了，所以你要注意了。那你反过来看，因为它现行比较低啦，所以我是认为说，只要它不要跌破这个月均线哦，你还是等它转强再做注意哦，还是有机会的哈。不要看那么差。那我们看这个5269翔硕，现在想象差不多哈，但是翔硕的筹码面就漂亮一点了，外资投信都最近都有在买超了哈。那基本面的话，它也比较好了，也好很多。那一样也是看这个月季均线的支撑啊，这两港股票的这个技术线。差不多，这两天也都收黑，所以短线你看这个支撑如果有守，最好是来一个长红或来一个缺口表态，那你可以积极做操作。那如果万一一个反向跌破，你让你做一个保守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翔硕你前一天有个356低点之前前月初有个356低点，然后呢11月13号这边有个低点，你把它画一条线，刚好是一个上升趋势线。那你把595这个高点前面595这个高点做一条连线下来，连到这个11月8号，刚好是一个下降压力线，等于它是一个大三角的收敛来到末端了啦。这个要突破的感觉。对啊，突破什么时候？三角收敛突破有两种嘛，往上跟往下。那往上往下其实你都可以操作啦，就顺势嘛。那我是那边我比较乐观，是说希望它是可以往上去突破的啦。那你再做一个追加，我觉得是有希望突破这个前波高点。好，毕竟翔硕的基本面也很好了，是非常好。它前一波会跌，就是被 AMD 给带下来的嘛。好，但是 AMD 在美股周三AMD 股价是上涨，包括英伟达也上涨， NVIDIA 也上涨。 NVIDIA 涨 4%，AMD 是涨1.4%，因为已经有投资机构说 GPU 的价格已经回稳。好，这个因为好消息，这个挖矿实在太惨了，所以大家这个在乱砍 GPU。有很多股票这样已经否极泰来了，已经过掉最坏的消息过了啦。那你也不要过度去追杀了。好，这个如果不是说因为挖矿比特币崩了这么惨的话，他们大概也不会跌到这个价位了。好，这个以前的价位都是高高在天上的。好，那接下来剩下几分钟的时间老王的最爱股 大同先讲一下，之后我们切到中美贸易战。就每一集都要讲大同。其实观众应该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大同，它是跌破季均线的。我们来录，那我到时候特别提醒他，我说它是一档妖股啦，就筹码面非常强悍非常 tough 的一档股票，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放空了。你看它是不是又嘎上来了，而且在前天在礼拜一是创下了波段新高42.4块。可是你看我说拉回啊。对，所以我说它很难操作，就是他创新高，你以为他要喷出了，对不对？结果他连回拉回三天了、，OTC 连大涨三天，他连拉回，所以短线来看一样就月均线线做一个支撑了那我觉得这样股票，刚才木华哥在休息时间有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了那大涨的时候你来卖一趟啊，大跌的时候你来买一趟，似乎是比较符合主力的胃口你好像都这样上下洗你了那你就这样做区间就可以做很多趟，那直到真正有一次拿一个长红把这个前高全部真的站上去的话，那也许是真正的表态啦。对，我觉得每一家公司每档股票都有它的股性，是好，你把那个股性摸顺，就好像把那个动物的毛摸顺了。比如说有些股票你看它那个技术线型，它从来就没有跳空缺口的。它如果说早盘开高，然后呢出现跳空，你就不要去追，因为它盘中一定下来回补跳空。所以说你去追高的话，你就会吃亏。是，因为从来几乎很少有跳空缺口的这种股票，线型结构。它出现跳空缺口，你就要小心，它会回补，而且是当天就回补哦。对，像大同很明显啊，九月底嘛，然后还有十月底嘛，十月中旬跟十月初都是创下波段高点，隔天马上回档了。那还有一档股票1262的绿月啦，做这个塑胶薄膜的，它也是只要创高，隔天一定长黑啦。这种都是像莫豪哥讲，都是股票有它的惯性，你要先去摸索摸懂，这样就 OK 了。没错，好，那老王这个周末很难过了，对不对？好，我们大家都要盯着这个国际新闻来看了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 G20 会议在这个会议之后会议之后然后呢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要吃晚饭我就是觉得就是那个鸿门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嘛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我觉得吃饭会有暧昧的眼神吗？我觉得像中国人一向就是比较这个这个什么礼义恭俭礼义廉礼义恭俭让那就是比较说比较，我是觉得吃饭可能不会发生问题啦。问题是在吃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会不会来个回马枪？对，那我觉得因为这是你猜不透，所以说实在，全世界政治人物最难猜就是这个。
这个川普啦齁、嗯、这个习近平你还好猜，就是他比较需要历史定位啦，那川普这种人是今天东明天可能就西哦，所以是很难猜的行情、嗯、但是你要对行情要一点判断啦，比如说现在站上这个月均线嘛齁、嗯、假设因为现在月均线五日十日全部都纠结状态哦，假设下礼拜一来一个跳空不幸往下、嗯、哎呦那等于是你跌破了所有的纠结均线哦，那就形态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哦。嗯、这时候反而你可以适当去以缺口停损哦，去做个短空，我觉得指数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这个缺口如果是100点的缺口，你千万不要急着去空哦，因为你的停损就是100点哦，你大概来个停损不要太多了哈、哦。那如果你要做多了一样啊，今天收了一个黑 K， 明天关键保卫战守月均线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在明天应该是小涨小跌行情、啊，对，除非该不会明天如果就先一根长黑跌破月均线，你这个多单，你这个多单也报不了，也不要，请不要再报到礼拜一了。明天如果一根长黑跌破的话，代表有人有先信息，有人有先知道哦。是，那代表你这多单也不要再报了啦哈、嗯。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以月均线来当做你多单的一个持有或减仓的一个参考嘛。对， okay, 好，所以礼拜一如果跳空开低的话，是如果啦哈、嗯，跳空开低，如果是高达百点的话，也不要马上去追攻，不要轻易说，因为我们台湾这个有个很明显的那个嘛、嗯、黑手在后面哦，你要小心被嘎。现在他们都很忙啊，好像是好像忙着在内部自己在摇来摇去、啊。不然你看前一波我们上次来讲那个9740，他就守得很漂亮啊，这个就是有个盈盈之中的。那礼拜一如果是大好消息，跳空开高呢？那你就看季均线啊。我刚刚讲了，站上月均线之后就挑战季均线哦。我认为这边，而且季均线的压力哦，这边还有刚好碰到一个。缺口，这碰到一个10月11号这一天、哦、大量黑 K 的一个缺口的压力，等于这边有双重压力的现象的话，我认为这边、哦、短线如果涨到这里来了，你就不要太过积极了。好，那这个大盘的季线在10240点附近、哦、大家可以注意这个位置。非常谢谢网红分析师老王，谢谢。哎呦，小陈哦，好加载你涨下错单，我今天没你要跟你斗谈呢。